Hello， 我是阿金，欢迎回来观看《病房2》的游戏影片。我还记得我已经收集好骨头了嘛，然后要前往外面那个房，不是房间，外面空地有一具尸体坟墓，应该是要把骨头放进去啊，把它倒上去，组合一下这样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子弹，91发手枪子弹，散弹26，步枪。哦，步枪子弹还是蛮 OK 的吧，70发。嗯，来吧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走过去就开始剧情了。哇！不！举起你的锤子啊，威廉先生！我要先把这个滚球兽打死，超烦的。战术性的锤下去。边闪边打，小三小，嗯，死了，我也撩了好多血，还有，等，闪电枪，开枪，哦，一发就死了，有没有那么帅啊？我一发就把滚球兽打死了，嗯。嗯，奇怪，我到底被什么东西打到？是说突然进入剧情了？地上毒液踩到撩血吗？这个符号好像在什么门上面看过？啊，小，怎么声音啊？哦，碎片，碎啦，这什么？蝙蝠碎片吗？我出来了，成功了！我拿到让骨架完整了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拿到另外一个碎片。这个等等，要开那个门，只要这个碎片就够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？这边过不去，背景有一种奇怪的嘎的声音。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走哪里了？我记得我门是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是在我滑鼠指标那边吗？这边只有两个白色的这个吗？去看看吧。先走回去再说了，反正这边一定没有路了，一定是拿了道具了。靠！怎么又有？我靠！新的怪物，什么鬼啊？我可以把它锤倒，对不对？这什么？死了没啊，老兄？死了，应该死了吧？又复活了，而且怎么突然出现新的怪物啊？闪躲，高超闪躲技巧。我把他打倒之后，他不会死。我看一下路要怎么绕，直走。不是，是门在我旁边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不要理他们了。傻小，锁住了，找掩护。好讨厌了，这边怪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多，然后又叽歪？导演户，挂了，斩弹还有17发，还有那个咚咚咚咚咚什么小，挂了。勇敢面对他，整个场景变成不一样。这是里世界，对不对？靠北！突然在门旁边，不要闹好不好？旁边没有怪物，就这边。啊！成功逃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我刚是在厕所里面打那些滚球兽，超讨厌的。这边嘛。
我现在走回去，难不成每一间都要变成怪物空间吗？不要吧，喂！换东西。我发觉这个散弹枪子弹真的太少了，如果四发会再更好一点，两发实在太短，打两枪就要换一次，打两枪就要换一次。好，我不要死在这里，吃补血。嗯，我散弹剩最后两发，还有。手枪要打四发滚球的时候才会死，不要吐哦！我开始有点受不了了，精神压力有点大，疯狂出怪啊！到了吗？很奇妙，是这一间反而没有怪物。好像不是这里啊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我要去直接开那个有符号、有符文的门了。爸比，要往哪里走？这里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靠，我有点分不清，绝对不是往上面这里走，往下走有一个补血的啊！靠，我要先去记录一下，不管如何了。这里，啊，那是楼梯啊！我靠，不要吧！想记录的时候没办法记录。我玩游戏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样子，不是上面，直走。这里。记录点应该在下面，我应该回去记录一下吗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要去记录一下。我说真的，而且啊，我忘记把画面调亮点了。我现在可以调吗？好像不行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选项把画面调亮点。因为有人说画面有点暗，对不对？调底了，好像没什么差别哦。好像没什么差别，我把亮度已经调到最满了、啊。耶！啊，补血补满了，接下来就是前往那个钥匙，需要放进去符文的门。这里，我呢？等一下。仔细看看这间精神病院这一层的、哦、上面还有一段区域都没开过。不会吧？我有符号，还有一个没有开过。啊？但是还有两，不对，还有一个锁要开吗？问题是，不是这里。有三个明显的插槽，我还差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整个地方我都探索过了，我要怎么去找另外一个？看起来没有，该不会是红色门那边？可是那边是堵住的、啊。我开始有点混乱了，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。不是这里。这不能敲坏。往上走是监狱蓝堡那边嘛？
我碰那个徽章，自己就传送到这个空间来了。我还在纳闷说，我到底要往哪里走了。可是我刚第一次进来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进来呢？我不知道，这里好黑，而且没有地图。一只，死了。我有预感，接下来又是要打王了，真的不好小。好，不要滚球兽。不要帮他挡子弹啊！谢谢。好、哦，死了。我是站在毒上面吗？好，疯狂撩血啊！站起来。那家伙讲的话完全没有字幕。哇！我真的要打，我真的要打肥宅啊！换武器，打头。他疯狂撩血，呜呼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耶！还蛮简单的嘛，这不是 BOSS 吧？这好像是小怪而已啊，没有补给品。我的步枪剩14发，哦 ，Chapter 4， 哇吼！然后我又出来了，这是奇怪插槽三个，这个我进不去了啊。什么都没有，绕了一圈，进不去，没错。而且我是从这里传送出来的吗？好像也不太对，奇怪，有三个插槽的门。代表说我还需要一个，我还需要一个符文，而且这种奇怪藤蔓堵住的门我也进不去。外面下着大雪，又要进去密闭空间吗？哎呦，这是矿场吗？矿山？这看起来是要叫我下去，是不是？等等，先让我把这边全部探索一下。我都忘记我的手电筒可以开了。嗯，而且说起来，肥宅还蛮好杀的嘛。地方子看看，我是不是看到记录点了？别打！这个游戏的场景我突然还蛮喜欢的。有个书架，有一本书不见了。照我玩恐怖游戏的经验，这个书本应该就是过关的道具。我把书放进去，有没有？这后面应该有通道可以进去，非常的明显啊。然后没东西，地图。等下，佩尔福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佩尔福光源装了一个自动的等他控制系统。就在灯塔看守者无缘无故失踪两周之后，看守者欧文在他失踪之前干不到一个月，官方强调莱斯不是一个本地人，而且很快就不干了。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情报价值，好像是一些废话。哦，记录点，看一下有什么都可以调查的，没有。然后这边可以出去，耶、yeah ，好小哦，这次记录点超小的，一个洗手台而已。啊。然后我今天就要在这边先做个段落了。这一段我玩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个肥宅好像很猛，但实际上你拿着那个机枪一直对他头一直开枪，你就赢了啊，没什么难度，真的没什么难度，你就是浪费你的弹夹而已。OK， 那我们下一步的病房二再见，拜拜。